好了不好了，猛虎王要进攻城市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别怕别怕，赶紧召唤脱宝战士银河征战中的隐形怪客来保卫城市。脱宝战士隐形怪客，它的机动性非常的强，它可以在击打形态和载具形态两种形态之间自由切换的。它变成载具形态以后，就是一架隐形飞机。我死狗哎！还可以和星力号合体。出来吧，隐形夸克！隐形夸克机身以蓝色为主，红白相间，修长的身材一看就是速度非凡。这款玩具也是高度还原动画片角色形象的，外观非常的炫酷，而且它的关节部分都是可以灵活摆动的。Nice！ 什么？你这个瘦小的隐形夸克一下挡住我猛虎王的攻击，吃我一招！哎呀，这个猛虎王真的是太厉害了，这个隐形夸克的机甲模式打不过猛虎王呀，赶紧来变成载具模式吧。隐形夸克变形，首先把手翻进去，右边也是一样，然后往上翻，这个左边也要往上翻，然后将部件向下翻折，这里向内收缩，把头往后转，然后身子旋转180度，这里给它翻上来，左边也要给它翻上来，把身子往下推，两边给它扣紧，这里也要扣紧，然后呢这里给它翻下来，扣到这两个孔里去，反面这里我们这里先给它翻下来，把胸前的两边打开，这个隐形夸克就变形完成了，看上去非常的薄，一看就速度非凡。这个字太难了，没人能打出来。啊嘘、啊、你看不见我是吧，看我怎么打败你。我小看你这个隐形夸克了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现在知道我们脱宝战士的厉害了吧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进入我们的城市，守护银河脱宝出击。